啊，对这个钢琴比赛，我有较侪想法。第一个是讲吼，咱即款啊，即摆是咧讲钢琴的部分咧。你爱想看卖，你即摆每一个时间的安排，咱干那三分钟尔。你爱用一个时间咧讲建议，建议最重要，你连三十分是建议。所以你若讲建议，你无讲建议，讲一点、两点，我感觉是较无够。你若再讲三点，我感觉是上好。但是你若无，你至少还生出一点。你若拢无点，啊，就感觉讲无够。迄、那个示范演讲者伊感觉无学着，啥物嘛无得着你的建议。第二个呢，你咧分析即、這个讲者的内容的时阵，卖家伊自头到尾搁重讲一届，因为咱大家已经听过伊讲，所以你爱讲伊的优点，啊，但是你爱鼓励吼，所以大家知影讲，你讲伊的优点，鼓励大家知影讲，哦，伊好伫咧好伫倒位，但是毋是完全拢重讲一届，吼，这爱注意。啊，第三个就是大家结论这个部分吼，有时讲甲真好。一般有这种严格的裁判，你若是无讲结论，你这个部分就是无分，完全十五分，你就是无分。所以你会使想看卖讲，至少你嘛爱有一个结论，讲啊，甲你进前讲的建议啊，佮家己定讲一届吼，用较简要的才会话家佮讲一届。另外呢，我是感觉讲吼，你若是钢琴的人，一般阮是袂去注意即、這个钢喜欢练钢琴的即个人的时间吼、你会使注意的内容，伊的表达方式，安尼就安尼就好。你嘛毋免甲大家问好，吼、你就是开始上台，你就开始讲，吼、另外有一个点。这无一定是倒一项较好。有人咧讲讲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我甲你讲，所以我讲这个演讲者叫伊个名，我甲你讲，你会使安怎安怎。另外一款讲评者是讲伊安怎，所以你会使想看倒一种对你较好，对观众较好。有人是两种嘛参杂用，所以你使想看倒一款，你感觉是对这个喜欢演讲者会使搁较亲切。你也在想看卖，我是感觉个人，我较爱用你，我甲你讲，安尼感觉咱个感觉关系吼是较近啊，吼我是较介意安尼，吼上后佫讲的就是时间，咱就三分钟，我家己建议是差不多半分钟，吼三十秒你就爱讲开始这个部分，你若要甲伊学，你讲有啥物疑点，差不多三十秒讲了。剩的两分钟，你应该用一分钟到一分半，你来讲建议；另外用半分钟、三十秒，你来讲结论。安尼是最完整的三分钟，你该用不了。你有三十分钟三十秒，所以歹势吼，三十秒吼，你会使讲你若是有一个时间超过，至少你有三十秒。所以三分钟你爱用个真好，但是我感觉建议是最重要，所以至少一分钟到一分半。你爱讲建议，也若无吼，真可惜，你的建议无够多，你的分数可能无够。这是来对于这个钢琴比赛吼，钢琴比赛吼，咱这种五位吼，那咱那个林超群吼，超群已经带真详细吼，就是讲第一，唔好甲演讲者的物件搁重讲吼，而且。重要上重要的是讲，你爱有家己本身足明确的吼，具体、精准、简要的分析，安尼你才会有法度去将你所抓到，啊继续去讲。哦，可比讲，咱第一位参赛者，伊抓到啥？伊讲，你的讲的过程当中，你讲凊彩这个态度，你来针对伊的态度去做一个建议。这太多对。那第二讲伊个动作，第二参赛者讲着伊个动作放较大，你会使讲动作了后，你会使讲伫讲到一段的时阵，同时甲伊个动作示范出来，第三位呢，
又讲到讲唱歌，哦，咧吟诗的时阵哦，你讲爱放放较大，啊较自信的唱出来，哦，即个即个细细了咧被美丽的吼。第四位呢，又讲到讲爽有力，这是伊伊的观察点。伊会使开始讲，台语那块爽，台语是遮水的。经过听过伊的演绎了，他就直讲，你用这点，你的这个点，才切入你你的感情，你的你的表示你的分析真真强哦。啊，第五点的第五个参赛者，伊就讲，你讲到迄个东西，你会使讲，敢若半半都敢若古早人哦，这个这个这个呈现，这个表现。即是讲每一个参赛者，其实你所看到、所认真看迄个点是无相共的。啊，你这个点要是安怎要互大家，要互大家听着，要互裁判去认同你的点，你就要对这点好好去分析。哦，啊，这点是伫倒，你无做无好，啊，要怎做做较好，安尼才有用的。以我的观察，我只个人讲，袁弘志也是咱咧台语的第一把交椅吼，其实吼，徛在遮，大家就坐咧等吼。妈祖婆。嘿。咱伫咱个 Toastmaster 内底是互相分享啦吼，我只个针对吼袁弘志啊几点互伊分析个，第一点就是讲遮尼好个演讲，第一点甲即个煞开。是。嗯。互你你个规个迄个焦点拢是你即个人咧讲因个。第二就是讲，你准备的迄个资料会使放大，互大家看了较清楚，吼、哦。第三点啊，你有讲的正好，有你有说明，有鼓励，吼、哦。而且你有讲这个、迄个解说，这个解说过程了，给建议就是讲，因为你啊，个人讲，哦，比如讲，迄、那个什么有心啊、心部，这种敢一块一块，较一块一块一块，伊个感觉，你应该吼、哦，加。加变作一个故事，变作一个故事，讲了呢，然后就讲加这是一个有心，这是心腹，你还阁讲一遍，大家足深的，那边讲足侪足侪细节，你从迄个几个重要细节吼，啊接起来，啊大家都有听了后，一定有得到这个物件，啊无你只要听了后，大家几块几块的，可能比较较无，而且，互你一个建议就讲。你这个母语的水吼，会使给改做台语的水啊，还是讲闽南语的油味哦，这拢真好。因为咱母语有的才有客家人，伊是客语嘛，对不吼？有的是有的，我是国语嘛吼。啊，咱这叫强调是台语嘛，所以你讲台语的水，闽南语的水，还是哦油味，安尼可能会较切入这个正题哈。啊，这印象是我对今仔日比赛的观察。我甲大家分享，谢谢。